生命的色彩，像鱼儿又像大海，风儿自由何在，我有自己的态度，关于梦想和爱，一切要痛痛快快拒绝前后摇摆，不需要你来指点我如何招人爱，像猫儿不理不睬，花儿不想不开，我有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好和坏，何必要大惊小怪，反正愿打带齐那个驱蚊水啊，防晒霜啊，最好再带点那个治拉肚子药，省得水土不服，安全第一啊。哎呦，你别费那么多话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说这些啊，孙校都已经准备完了。我给你打电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跟你们家小黄老师说一声，他不要来家访吗？你跟他说等我们回来给他打电话再约，行不行？哦，没问题，那个家访也不着急，回头我跟他说。哎，你跟苏云说了吗这事儿？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征求一下他的意见？我觉得他肯定会同意的。你要带他们俩出去旅游？我当然是不反对了，不过你一个人能搞定吗？现在小航可皮着呢，那爷爷奶奶怎么说啊？大雷，我跟你爸盼星星盼月亮，好不容易盼到孩子放假了，你就让他来跟我们过几天吗？听我的，带什么出去啊？你就上我们这儿。我跟你说，还跟他说完呢。我跟他说。大雷啊，我支持你，带着孩子去旅游，别听你妈的啊。这个俗话说得好嘛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啊，要你得长长见识，听没有？我支持你。要不，索性来香港吧。那我们就别去香港了吧，对吧？我们刚刚逃离开喧嚣的城市，再去香港，你这何必呢，是吧？我知道你想见孩子，但是这不也不差这么一会儿吗？等回头有功夫了，好不好？让这次就让他们好好的玩啊。那行，不过你们千万注意安全啊，尤其是小航。好嘞好嘞，你放心吧，反正一说要出去玩啊，他们都特别的听话，特别懂事。放心吧，挂了啊。快点吃饭了啊，用膳了啊，赶紧的，一会儿菜凉了。哎，干嘛呢？我这喊了半天，你们俩。我说先去云南。我说先去海南。大夏天的去海南多热呀，还是云南好，四季如春。在夏天就应该去海边玩，云南有没有海？哎，谁说没有海？那洱海不就是海吗？那不是海，是湖。你管它是海还是湖呢？咱又不是真的去，你争这干什么呢？不行，爸。旅游路线绝对关心到这次旅游的可信度。我们这次不去，但我们以后肯定得真去啊！我们就得先随便做做计划呗。二位祖宗哎，我求你们了，赶紧吃饭吧！吃完饭我还得上市场趴活去呢，咱们别研究了，成吗？哦，知道了。爸，你真扫兴。爸爸扫你们兴了啊，给你们道个歉，对不起二位。你们好好想，
展开想象力，充分的想，明年夏天老子一定带你们去。我们记住了，吃饭。走。上班就加班啊！哎，老婆，吃个苹果。哎呦，我现在什么都吃不下，这个碧池太不要脸了，把我手下的强兵强将都给挖走了，剩下的打散到其他的部门，老史又派了一群什么都不会的生瓜蛋子给我，愁死我了。老婆，我觉得培养新人得慢慢来，急也没有用。怎么那么不着急啊？销售任务完不成怎么办？老婆，我觉得你还得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，才能保证事半功倍。老公永远都支持你，加油！我就是自己挖了个坑给自己。活该。老婆，给你看一件让你心情愉悦的东西，类似于……哎呀，哎，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！哎呀，我都累死了。哎呦，知道这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这多少夹饼啊！你让那么些白白跑。其实你说的挺对的，居家过日子是一件挺快乐、挺幸福的一件事儿。而且我发现，咱家花花性格跟我特别像，既开朗又乐观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呢，没事在家呢就画点设计图，完了再带带欢欢，完了呢，有时候有灵感的时候呢，就画几张这样的漫画。欢欢特别喜欢看，比如他高兴呢，我就多画几张。挺好的。不高兴、啊？哎，这里面怎么没有我呀？闺女那么想就开始挑拨离间了是吧？用心也太歹了。这没有，马上就给你加上5分钟的事儿啊！过来。哎呦去！给我老婆画的美美的。哎，你找个正经的画本画，画的这么好，东一张西一张的，丢了怪可惜的。哎呦去！老婆说的太有道理了，那我这两天赶快在网上买个本就得了呗。你别这两天这两天的，现在就买吧。那我那个钱能从你那支付宝里扣吗？扣吧。哟哟哟！哎，宝宝。没事，老婆你忙，我来，我来，可以。我去忙了。嗯，欢欢，你怎么还不睡觉啊？这样不是好孩子啊。咪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跑得快，跑得快，一个没有耳朵，一个没有。跟妈妈 say hello， 妈妈工作辛苦啦，给妈妈拿个大苹果吃好不好啊？哇，欢欢，嗯，好香啊，嗯嗯。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一个没有。哎，欢欢吃苹果，喝苹果。看病，咋这样我还怎么工作呀？你看你这闹得我就打错了。不是老婆，那昨天今天咱不工作了行吗？陪欢欢好好玩一天。你看咱家欢欢绝对是个开心果，真的。不管你工作有多烦，只要让欢欢一乐，哎，你相信我啊，你所有的压力烦恼全烟消云散。你再开心我也得抢时间呢。啊！我要不敢在 B 系之前把这个单子做出来，我拿什么跟他拼啊？我家里这么大一块地儿，你为什么非得在我脸面前凑啊？行行行，你忙你的，你忙你的啊！走了走了啊！欢欢走了，咱惹不起，躲不起啊！啊！你看，这张片不错吧？哎，这个就是差那么一丁点就好啊！哎，你看下一张，下一张，好好好，这张好看。对，这张比刚才那张好看多了。你看，哎，你看啊。
下一张更好。哎，这张，哎，爸，你回来了。啊，哎呦喂，你们这是玩什么呢？来来。爸，姐姐把我跟一个白族小姑娘绑在一起了，怎么样？哎，谢谢儿子，不错呀。这还有女的呢，你看。真好哎，闺女，这 P 的真好。哎，干脆，咱开一图片社得了。美，你请不起我。你还嘚瑟上了，小丫头片子。不对，这有 bug 呀。什么 bug 呀？什么 bug？ 你看，这儿连人影子都没有，那大太阳晒着。是，哎呀，是啊，姐，这没影子，咱们就不成鬼了呀？这还不简单？那这不就有了吗？闺女真厉害。姐，可是我姐。这太容易看出来了，干嘛找茬去的？那怎么办？哎，这样，爸爸带你们玩个更专业的，走。哎，走。哎，把这桌子搬过去。好，好，你搬这边。哎，酱油，好吃的，好吃的，好吃的，来。好。哎呦。好了，把椅子拿过来。安全，好秘密。哎，爸，你干嘛呀？摘吧，跟着爸爸干，爸爸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，快！好吧。哎，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啊！这儿还有一个，快！就好，赶快换衣服去，准备出游。好，可以出游了。来，摆好动作。这样。来，摆好了，一、二、三，再来一个。哎，这样。换姿势，一、二、三，好，再换一个。这样。啊，好，开心点，最好笑。一、二、三，哦了。对了，正好我们去过大理，然后去哪？去皮江了，哦对，哎，你去换件衣服，总不能穿一样的吧？是，走。快点，换件衣服。换好了没有？来，站好了啊！来，想去哪儿啊？这次？爸爸，我还想去更多的地方。说去哪儿？我要去迪士尼乐园。好，就迪士尼。来，一二三，好，换一个地方，去哪儿？我想去富士山。好，来，转过来，富士山，好，看见富士山了没有？富士山那，快，你看见富士山了没有？哎，一二三，好，再换一个，下一个去哪儿？爸爸，我想去太空，我还想去看恐龙。去，都去，来，看恐龙，啊，一二三，太空，在太空中什么样？哇，一二三，好了，换衣服。接着拍，来，看这儿啊，一二三，海边，来，一二三，二三三，一二三，假装是在海里走路的啊，来，咱们三个拍张合影，行，别动啊，哎，好了，来，一二三。太阳打西边出来，你去买早餐的。你姐呢？跟她玩微信，各种充电站，让我去买早饭。这不是她的风格呀，孙晓。孙晓航，你可真会告状。要不是你差点惹了祸，能叫你去买早餐吗？老师过来。你又惹什么祸了你？我就是看姐姐玩微信，我也想玩嘛。你那叫玩呀？爸，他差点把跟恐龙照片在太空翱翔的照片都给发上去了。哎呦喂，儿子，我真是服了你了，我告诉你，你这像你这样，活该你受罚。打
字打的，我手都快断了，你还跟我惹祸。快，都说什么了都？啊，妈妈说，玩的开不开心，让我照顾好小弟弟，别弄丢了。黄伯伯说，路上训练啊，要注意安全呀。啊，还有小颖姐说，有什么见闻，有什么收获。哎，到时候吃什么，去了哪儿，都你说。你要说错了，你明天还买早餐，听到没有？苍山洱海，蝴蝶泉边，从那三座塔，那里有好多白族姑娘。我们还吃了饵块和海水煮海鱼，可好吃了。哎呀，说的我都饿了，赶紧来吃。姐，你想海水煮海鱼和饵块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呀？我哪知道，应该跟年糕还有水煮鱼差不多吧。应该是。哥几个歇着呢。太不冷了，这笋哥倾了咱不少手艺啊，还给客户支招。针对这些客户，都跟猴子一样精，把咱家压这么低。对，就是，他好歹当个老板呀。俗话说，瘦子多了比马大呀。他干嘛抢咱们活啊？咱们要都按他要求那质量做，还不得亏死啊？是啊，那咱们这么着吧。哎，大姐，张富来了，张富。我想走装修的，你认识那个宣大龙吗？不认识，他那活不行，不好，干的不好。我们这孙师傅干的好，这个孙师傅，这个干的好，这个。哎，走，你让我先走。走。哎，那个问一下，那个知道孙大雷在哪吗？特别差。两位，哎，留一下步。怎么不让走？你要强买强卖啊？不是，您说哪儿去了？这人都来都来了，您也不想问问行情啊？哎呀，让他说吧。要是我没猜错的话，两位应该是刚结婚的小夫妻吧？恭喜啊！正给家里添置东西呢吧？哎，对，这空调不错，我原来一直用。这房子应该是你们俩人生当中第一套房子，是吧？是的。想找个装修公司，但是预算又不够，那只能出来找装修队，想把工钱料钱都给包了，是吧？我那个实话跟你说了吧。你呢？以前就是开装修公司的老孙是吧？哎，对。我们其实就是慕名而来的，找的就是你。但怎么着也得货比三家是吧？我就问了你的同伙们，他们没一个说你的好。你价钱比他们高，工钱呢还比他们长，这么一算，我们还真请不起你。所以呢，我们打算先住一段时间的毛坯房，等攒够了钱再找专业的装修公司。对，两位买空调的眼光挺准的，但是看人的眼光。确实有点不敢恭维，没事，我也就是跟您打听一下。你要愿意相信别人呢，那你们就信。两位慢走啊。奇了怪了，走。都听好了啊，说那房子的活啊，就一间，2000块钱，谁去？我去。啊，行，就你吧，走吧。嗯，行。哎，哥几个，这活儿不受啊，怎么都不去啊？谁敢跟你孙老板争啊？手艺拼不过，价钱压不过你，还是你去吧。就是，我就能喊1800，你也能喊1500，反正争不过你，何必帮着他们给你压价啊？是啊。谢谢各位啊，谢谢。等我领了工钱，请大伙儿吃饭啊。哎，走吧，赶紧的。哎，我收一下东西啊。啊，快点。哎，稍等。那就好，累死你个鬼孙！就这儿看看吧。
这叫一间呀、啊！这要没个三五个人，这得刷到什么时候去？我告诉你啊，您已经收了我的定金了，千万别反悔啊！时间我不欠着你，反正就这么点钱，你给我刷完算完，好不好？你要是敢跑，你就别想在那儿趴活了。瞧您这话说的，记住了啊，我叫孙大雷，我说过的话什么时候都算数。陈颖，啊，哎，你在家？你今天没去排练啊？我都已经彩排完了，爸。啊，那个，明天我就要参加盛夏音乐节了。你是不是应该去现场感受一下音乐，然后支持一下我呀？给支票。哎呀，真好，女儿真厉害啊！要参加音乐节了，嗯，明天爸爸有事儿去不了啊。关键是你们那个音乐，爸也有点接受不了。你想想，爸平时都听的什么？都费翔、费翔啊，李宗盛。你老听这样的，你换个口味呗，你也感受一下全新的潮流。我不瞒你说，爸年轻的时候也很潮流，我也听过迈克尔·杰逊，又是什么麦当娜、迪斯科，我们也蹦过。只不过现在这岁数，再听这些摇滚乐，小心脏有点受不了。哎，我觉得你把这个票送给你们那些年轻朋友，省得浪费了啊。哎呀，想让你支持一下，怎么这么难？你看看，又开始耍性子。爸什么时候说不支持？我不都说了，支持我女儿玩摇滚乐。那你不能强迫老爸也听摇滚乐吧？对，你现在能法外开恩，我应该知足常乐才对。我怎么这么多要求？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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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就跟你爸有本事啊，鸡蛋里挑骨头。你说那爸爸怎么样才算是支持？行，我不要求你了，我年少无知，行了吧？对不住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给我站好了。爸爸再次郑重声明，我女儿喜欢的，爸爸全喜欢，无条件支持。那明天去吧。明天爸有课，真的。那合着就白说呀？是怎么是白说呢？爸都说支持你了。还有一个，爸要提醒你一句，喜欢摇滚乐可以啊，但最好是把握一下度，以免万物丧志。哎呀，你这不都知道吗？啊，不是说你啊，你这。这一个暑假不能天天摇滚乐吧？你有这个机会多钻研钻研你的工作。有句老话你听过吗？业精于勤，荒于嬉，行成于思，毁于随。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没事别回来。爸跟你说的都是金玉良言，我告诉你，你这岁数大了你就知道我说的多正确。这是要当土匪劫道啊！你才土匪呢！今天下午我带小航去公园玩，看到那儿明天有活动，叫创意集市，那里呢可以买卖东西。哎，我算了一下，除开200块钱的摊位费还不算贵，只要我们这些东西能卖掉一半，就算保本，再多的就是盈利啦。可以呀，你挺有生意头脑的。不是这东西哪儿进的呀？哎，这些玩具都是我姐带我去八里桥市场那边的批发的。多少钱进的？打算卖多少钱啊？这个气球还有这些充气玩具，我一共花了100块钱买的。哎，你说我一个气球卖5毛钱，一个充气玩具卖5块钱，行不行？当然不行了，这些东西起码得翻10倍。啊？怎么可能？这些东西到处都可以买得到，人们又不傻，怎么可能买那么贵呢？逍遥，创意市场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与众不同。小航，去把颜料和笔给你爸爸拿。哦。带好了，我拿过来，快。OK。哎，你小心。哎呀。什么玩意儿？哇，
画完你们就知道了。哎，这又是什么呀？什么呀？爸爸，你到底在画什么呀？看不出来吗？看不出来。哼，那就看不出来。好，这挺好看。是鼻子啊。看到没有？这就叫差异化，你跟别人不一样，你才有你的价值啊。那跟大伙都一样，那你就是别人，懂了没有？嗯，记住了。哎，那个，哎，对了，明天你领小航去的时候，给他稍微打扮一下。你说那市场上都是成年人在卖东西，突然来俩金童玉女，那多抢眼啊，是吧？你们再撒个娇，卖个萌，装个天然呆什么的，多好的营销包装啊！放心吧，撒娇卖萌我来，你负责天然呆就行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什么叫为什么？听你姐的就行啊！来，快再找一别的，爸爸给你们画了。让一下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躲一看一下车，看一下车，看一下车。哎，下车了。啊，来，你帮忙。哎，书包先拿着。快往下拿。哎，把这那个充电大锤都拔光了。是尾巴在后头。带好了吧你们？放在哪儿？就放这儿吧。这儿，就这儿。行了，两位小老板，那个祝你们开业大吉，财源广进，日进斗金。就交给我们了，笑笑，你看好他，别让他丢了。放心吧，早有准备。是什么呀？小航，带上。啊，我又不是狗，这也不是狗链啊。那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精心为你设置的呆萌套装的饰品。不信你戴上，看多搭呀。笑笑，我觉得你这有点狠。爸，我觉得我姐好像。没有没有，你要听你姐的啊！行了，我赶紧走了，交给你了，这事啊，走了，拜拜。走了，来，小航，快，站住，快啊！哎，这个不要走了，整片姐姐都要跟我再跳一下。大花，啊，走过不要错过，过来就是这边听的，还有尾巴呢。哇，小朋友你们好可爱呀！哎，这个好多好玩的。你看那边还有大花，哎，小妹妹，那大花怎么卖的呀？那个大花啊，80块钱一个，而且每个都不一样。小妹妹，我要那个粉色的。好，姐姐给你，谢谢。妈妈给你钱啊。嗯，哎，小航，哥哥给你，谢谢妹妹啊，真可爱。小航，还不谢谢哥哥姐姐，谢谢哥哥姐姐。走了，怎么着你的？忘了。他们那里还是我跟着。
哎，把你锤子给我玩一下呗。行。你俩别跟着玩，一会儿上台别掉链子。咱们干嘛？干嘛拿我的锤子？这是我给王家豪豪买的锤子。嗯，是是是吧？是是。没什么东西呢。这是我们给我买的，我两个小朋友买的，超可爱。我还拍了相片，豪豪你看看吗？哎哎，小月你看你看你看啊，你看你看吧。哎，干嘛？你这在哪儿买的呀？门口创意集市啊，首席的沙发上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小颖，哎，这个二十一个，这个十一个，要一个。啊哈，拜拜。来，买一个。这是佳姐，我数不过来。哎，一会儿我来买。啊，谢谢。这个20块钱。啊，对的。没事，要是他们找到我，到时候他们问起来就死不认账。哎呦，你们不是去旅游了吗？特意看我来演出啊？嗯，怎么打扮的这么可爱呀？啊？是，我们是来看你演出的。我昨天晚上坐飞机回来的。飞机还是高铁？是这样的，去的时候是高铁，回来的时候是飞机。那一会儿看我演出呗。嗯，好呀。从哪回来呀？云南呢。到底是云南还是海南啊？是海南。那你怎么会云南？没有啊，小云姐，你听错了。是吗？这个海南什么时候有高铁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就说是云南吧，那谁让你坐高铁的？行了，你们俩都别废话了啊！我告诉你，我一会儿要有演出，演出完了我再好好的审你们。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听到没？有多严？有多严？5公斤习题。糟了吧？还给我使眼色是吧？走，跟我去后台，过来。哎，哟，你姐，这买玩具还得包眼儿的，哎，是不是送给我的呀？喜欢就拿走啊！哎，这俩不是大雷他们家的吗？啊，对，给我看住了。小颖啊，你好啊，那个怎么着，什么事儿啊？啊，也没什么事儿。我今天在夏季音乐节唱歌，我在想，要不是你带两个孩子出去旅游了，就能带他们一起来看看了。演出啊？啊，那好事，祝贺啊。你爸去了吗？我爸那个老古董怎么会来啊？哎，我在笑笑的朋友圈看到你们已经到三亚。海南是吧？对，我们现在在那个在三亚呢。那俩孩子在沙滩上呢，怎么着？我给你叫一下啊。你等会儿啊，笑笑，小航。爸。哎，怎么是你啊？爸，小英姐在我们麦霍公园里演出。你让小颖姐接电话吧。孙大雷，接着演呀！哎，你说这都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带着小孩旅游又是怎么回事？这公园里这么多的人，你让两个孩子在这卖气球，你怎么想的呀？我都服了你了。王小颖，
王耀阳，你们大爷在上场了，快点请。啊，来了，我到时候再给你算账。还有你们俩，我晚一点再给你们算账。虽然罪大恶极，但毕竟还是孩子，别那么凶。必须凶，这俩孩子就是孙大雷的帮凶。哎，小颖，不是我说啊，你好像没什么凶嘛啊？想死是吧？你俩是不是想当垫背的呀？是，哥们儿不给力，是敌人太凶狠啊。贫吧？哎，这河到底是什么地儿啊？你爸不会在制毒贩毒吧？怎么可能那么夸张呀？那你告诉我呗，你爸现在到底在干嘛？反正马上就快到了，你自己看就知道。不是，那既然都快到了，你俩为什么不能告诉我啊？我答应过爸，一定要管你自己嘴。嗯。孙大雷给你们灌什么迷魂汤了呀？啊，停！你爸不会再搞那个非法传销吧？小云姐，求你了，你就别猜了，你都快疯了。那就是，走吧。带路，快点。爸，爸，孙大雷，你的苍山洱海呢？阳光沙滩呢？都去哪儿了？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明天我就让云姐和我爸结婚，这孩子过继过来。不是，你倒是说话呀！你看我干嘛？说好的2000块钱刷间房，谁想到是库房啊？那你这段时间就刷墙来的呀？也不全是，我也干老本行，干装修，但就是是家庭装修，这规模稍微小了点。哎，你的180号兄弟呢？你一人刷呀？孩子们没跟你说吗？这俩孩子我审了一天，打死都不说。赶紧快给个答案吧，我都是急死了。行啊，你俩打死都不说，这得有多威武不能去啊！来 ，Give me five， 耶！行了行了，能不能说？
我破产了。什么？都破产仨月了。嗯，真的，我们家房子、车子都没了。不是，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说呀？不是，这跟你说了干嘛呀？说了你能帮上我呀？你这不也是跟着我干着急吗？ 都已经破产了，你说我还带着俩孩子，一人一饭碗出去要饭去？还有你们俩，躲什么躲？你怎么不说呀？我们都叛徒，小云姐，其实我们这段时间过得真的挺好的。你没你想的那么惨。嗯，不，就是没零花钱，没零食，肉也不够吃。你还说，爸每次都把他的那份给你。住！行了，你们从云彩房都掉到地下了，还在这开玩笑呢。 其实我跟你说，破产挺好的，真的。你完全增强了他们的体质，磨练了他们的意志，提炼了我们家庭的凝聚力。哎，真的，一点不骗你，我当爹当的最光荣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刻。我主要是不忍心跟你爸还有高兴他们分享，我怕他们羡慕嫉妒恨我。什么叫处变不惊，笑看风云啊？哥，我可真是佩服你了。哎，这时候怎么还能叫哥呢？爷，我们给爷跪了。跪了，跪了，跪了。哎，但是你们俩对我的评价，我觉得。 特别准确，真情实意，真情实感。哎，那既然来都来了，这捧场得有捧场的规矩啊！啊，捧场，我们俩还有规矩啊？你瞧，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，你俩有钱吗？没有。这不完了吗？上人吧，搭把手，墙刷了。啊啊！干活，那个晚饭夜宵我包了啊！有饭吃，有饭就行了。 如果每一天都活成一直的模样，那还有什么值得期待和梦想？不要听，不要看，不要讲，总想遗忘。闭上眼睛，走过昨天的走廊。 如果每条路都看到同样的风光，那还有什么值得欣赏和盼望？不用走，不用找，不用想，不用思考，垂下双手，靠上明天的白墙。 让我。